大姐夫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大姐夫，你今年得快60了吧？看着跟12似的，报纸上都登了，我大姐夫是冻龄人。哎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不够，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还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真的不行啊！你看我这12年的上衣呀，是大姐给你买的。我02年的裤子是大姐给你缝的。我92年的皮鞋是大姐给你擦的。我82年的袜子是大姐给你穿的。嘿嘿嘿，舒服，大姐行不行？我可把它摇到西湖上去了啊！行了，你再把它淹着。我啥时候给你大姐夫穿过袜子？我穿，大姐夫，哎，把袜子脱下来，我给你穿一回。光穿袜子行吗？让我闻呐！大姐夫有点过分呐、啊。行了、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啊、媳妇儿啊。这小子今天指定有事儿，对，这是急眼了、嗯。这么多年也没对咱俩这样啊。对，来来来，三三你过来。哎呦呦，大姐问问你，哎，大姐夫你说，到底咋回事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今天啊是我们公司借银行还款的日子啊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记成下个月的今天了。这要是还不上，明天我们公司得让银行给封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顺丰。你可真行啊！你是怎么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能给忘了吗？我给忘了。你可真行，你借我钱忘了行，你借银行钱你也敢忘吗？你忘了真收拾你！我是是是是，媳妇儿啊，赶紧把钱拿过来，啊、快点！给来，淑芬、哎，拿着，拿着，谢谢啊！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2万块钱呢？不是，这就算是张彩票，你也得把彩票给我吧？你给我一堆号码有什么用？彩票不在我这儿，不是，大姐夫啊，我可把你摇到西湖上去了，啊、你别在这儿给我装老妖精啊！你给我整个白条你，你过来过来，顺风你过来。我跟你说是这样，昨天我把这个号码给了田笨笨啊，我让他帮我买，我在外边忙没时间，他答应我了，现在彩票就在笨笨那儿、嗯，咱俩过去找他，完了以后拿过来一兑奖，2万块钱不就有了吗？你找笨笨去，哎，走走走。对了，你欠了多少钱呢？我欠4万块钱啊，帅哥，怎么的？你还能帮我解决2万呢？帅哥没有了啊，美女不有吗？我们家有钱呢，跟你大姐要啊。大姐她抠搜的，她说的。你说，我说你这智商啊，你摇她呀，你就像刚才摇我那样，你也摇她，明白不？你把她摇得飘起来，一直飘到西湖，我俩一相会，然后咱俩一起使劲把她往塔上一送，这钱就有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摇完了大姐夫，我再摇大姐，他两口子是我的摇钱树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你真棒，大姐，大姐你最强，大姐，大姐上西天，什么玩意？什么玩意？胡说啥呢？你上了西天还有钱吗？你是瞎？西湖，西湖。来来来，啊、那行呀、啊，是这样，顺丰真的有急事了啊，咱得帮他。行，那咱家那卡还在吗？在我这儿呢。这样，车钱不着急买了，从里边取2万，哎，怼4万给顺丰啊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张哥，太好了。哎，张哥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着，笨笨？终于找着你了。咋了？物业有点事，你跟我商量一下来。去，物业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赶紧的，彩票给我。对对对，什么彩票啊？不是。就我昨天给你打电话，让你帮我买，我不是号码给你，你也答应我了，买彩票。哎，刚哥呀，啊，昨天我太忙了，我就没买，没买好。顺风，完犊子。老天爷呀、啊！刚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没买，我让小米粒买了。小米粒，谁这么想我呀？我。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最棒！小米粒儿，小米粒儿，你最强！哎呀妈，你干啥？快，买的那个彩票，彩票给我！彩票啊，在这儿呢！哎呦，咋的？中奖了！哎呀，行了，这就行了，肯定中奖了！哎呀，顺风啊，解决问题了！谢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，让我渡过难关啊！我告诉你，顺风、哎，你别说中奖了，就是没中奖，你这事儿。街坊邻居，包括我们亲戚朋友，都得给你解决，对，必须解决。高哥，哎，你们这个家庭太温暖了，
我也想早日加入。好，二姐夫，你就甩开膀子干吧，有咱们全家人的支持啊，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。哎呀，街坊邻居们，这就是家的温暖，我有点飘呢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也飘了，赶紧取钱去，快点拿着，飘的快不行了。